谢谢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是要唱这首歌吗？哎呀，这首歌确实好久没唱了。这样，倒数第二首。哎呀，倒数第二首，我喜欢上你时的，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这首歌唱完，然后最后一首沈姐姐就下播了。你们喜欢上某人的内心活动是什么？在九月，假唱。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。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谢谢一二一九纸。在九月，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的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响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。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儿？大家过了12点了，可以把背包里面的荧光棒弱鸡赞交给我的，快看一下背包里面。你看那9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儿？告诉我。带剧毒的蝎子，谢谢繁华落叶，谢谢鸡尾虾的飞机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棒。对，把你们的背包里面的荧光棒甩出来，在哪里？我来看一下，我这里面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如果你们是电脑登录，我要把你们的那个荧光棒给诈骗了，我再下播。在这里看到没有？右下角，如果是电脑党的话，右下角有个背包，充值旁边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系统，你只要每天在我们直播间打过卡，不是每天，只要你是粉丝团的成员，你就会领取这个，每天都会有粉丝荧光棒多少多少个，在你的背包里面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送出来了，这样呢就可以升级你的粉丝牌子，增加经验和亲密度哦，知道吗？背包里面都有很多免费礼物，你们不要忘了看一看，不然就很浪费。那些都是免费的，过了24小时就没有了。记得每天都有的啊！谢谢衰田仔，谢谢大家的飞机，
谢谢杨子宝宝，谢谢 Love Cold Baby 的办卡。我要唱最后一首歌，下播了。谢凡妹妹，谢小凡，谢古兰流年的办卡。蘑菇不见了，蘑菇在的呀，在的呀。你们只要办过卡，都会有那个蘑菇牌子的，很可爱的呀。领取独一无二的蘑菇牌勋章哦。谢老爷爷的牙，谢 IMWZZ 蘑菇牌子6元一只，欢迎大家领取哦，在我们直播间送出一张办卡就可以领取啦。这首歌是我的第二支原唱单曲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叫沈杰杰，可以在 QQ 音乐酷、音乐酷狗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搜冯提莫，搜索冯提莫或者是沈杰杰，就可以找到这首很适合一个人淡淡的歌，欢迎大家多多收听，多多支持。就让寂寞的风凌乱着多年未见的长发，就让今晚的夜陪着我失眠，就让你的笑容重复在我空白的脑海，哪怕只心吧，划过
谢谢最爱神姐姐的火箭，谢谢麦德的火箭，谢谢新妹你的棒棒哒，谢谢大家今天的看我直播。多试几次总会回答，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对对对，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，然后呢我们不是在抽奖吗，今天晚上应该就能微博开奖了，就是价值10万块钱以上的礼物，有有那个火星什么火星外星人游戏本一台，然后还有 iPhone X， 然后还有5万块钱现金平分给100个人，然后还有就是美图手机，对，就价值总共价值10万块钱以上嘛，是我11月28号发的微博，你们可以去那条抽奖微博转发一下，转发也不要钱是不是，然后呢12月5号晚上8点前我们会抽出来在微博上面，还有不要忘了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超级话题，然后希望各个小伙伴喜欢我的小伙伴可以在里面玩得开心，里面有我的视频还有表情包啊，还有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啊在里面都可以发帖，然后呢我会天天都会看微博，你们也能随时看到我在干嘛，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玩新浪微博的超级话题哦，怎么搜索就是你们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也就能看见了，还有就是新浪微博搜索井号冯提莫井号就是我的超级话题，不要忘了关注一下哦，你们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分享在里面，我们多多分享啊，不要忘了点赞，拜拜，今天就睡觉咯，大家早点睡觉，不不不你们也辛苦了，我都说了嘛我最大的后盾就是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一直看我看到结束，辛苦啦，哇飞哥还没睡啊，说睡了2个小时结果现在还没睡，谢谢 Susan 谢谢 IMWZZ，谢谢大家的飞机，还有大家的荧光棒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的鱼丸，谢谢大家的弱鸡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不要忘了关注直播间哦，然后今天晚上见，起来喝水了，那我要去洗漱睡觉了，拜拜。